人，你们的另一半做的真的非常的棒，很支持你，所以你们也要支持他们的工作，然后支持去用心的经营，过好你们每一天的感情。哎，今天有点太嗨了，喝口水。前天赢了财神，今天呢当然要有所表示，所以其实在开场之前呢，我给你们准备了10个红包，藏在你们的座位上。上面的那种翻下来的椅子呢，我是夹在了椅子的中间，上面有我前面在化妆的时候拍的10张拍立得，所以有10个红包。然后坐在前面的观众呢，在你们的那个凳子的屁股下面。我答应你们，下次演唱会一定可以安扣2次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后一首歌《人生海海》送给你们。Cheers.